还在质疑谢娜的主持功力吗？六档综艺全是主咖，连央视都来邀请。说起主持人谢娜，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靠着快乐大本营这档老牌综艺节目，谢娜被大家所熟知。大本营是她的娘家，也是让她事业达到巅峰的节目。一直到现在，快乐大本营仍然每周定期播出去，谢娜还是常驻主持人，每周都会给大家带来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在网上有很多黑粉，还经常跳出来黑她。今年除了快乐大本营之外，还有这样唱好美嗨唱转起来仅三天可见妻子的浪漫旅行四档综艺节目都是谢娜坐镇当主持人，就连最近央视的我要参加春晚都邀请谢娜参加了。谢娜和本人全都发了微博宣布了这件事情。